皮皮虾号比较像航母，这叫局座吧？海防专家嘛，对吧？哪吒吧，哪吒能上天下地啊，能入海的那种。王者荣耀的时候用哪吒，中华号呗。爱我中华的那种感觉。磐石显得比较坚硬，搭档有力量。Hop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agree on a lot of issues。和平号吧，传达了一种我们比如说热爱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诉求。飞跃。Big Blue 大海。镇南号吧，因为现在南海比较动荡，而且感觉很霸气。台湾嘛，台湾号很好，航母干什么的嘛，就是用来收台湾的嘛，所以台湾号嘛。